哈喽呀，水哥，王者荣耀在更新之后时常都会出现一些 bug， 比如最近体验服更新之后，关羽的二技能就可以直接把人给弹得老高老高的。然后除了这个 bug 之外，还有今天还碰到了一个，就是小野怪也出现了一些 bug。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小地图啊，小地图上面那个就靠近中路那个小野怪啊，它现在那个亮点一直在啊，就小黄点一直在嘛。至于它为什么一直会亮着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为什么。我们现在这边拆一塔拆一波，然后打到没血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回家。这边是对方貂蝉很秀，我放的露娜应该是在练习吧，所以说就回城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奇迹啊，就往中路走，走着走着碰到那个小野怪啊，等一下我们没看到。这一刻我们也看到小地图上是有显示这个野怪，但是没有看到人啊，原来野怪躲在这个草丛里面不停的抽搐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小野怪在这出现了一个 bug。 但我在这看着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百里玄策出来就把这个给破坏了啊！要不然我们还可以不知道这个小野怪能在这里面卡多久啊，没人看得到他啊，躲在草丛里面啊。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 bug 啊。那我们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伟哥解说，我们下次再见。